即马是说闽东丢当地馆啊个时阵，伫华莲的玉里、春日、甲德武这两个部落，所以因为唱水工出手相拍，因为这负责欠水的这罗满潭，也阁互人家水放掉，阵啊，互大家无水通用，引起安尼的这纷争。即马水利署是出面协调。这是花莲玉里镇专门调查在地灌溉脱水的罗马潭，原本超过两公尺高的水位，即马才见底。附近村子底部两个部落，煞互相指责是对方将水放掉，为了生活，大家拢在抢水，不过两边关系是真紧张。晚上都是晚上去抢水啊！晚上去抢水，哎，你挡我的，我挡你的，这样啊？对，这常常这样子的、吵架这样。为了顾自己的水，怕自己的水又被人家抢走。像本来也很好的感情都搞到不好，拿刀拿枪都来了。警方继续调查，两个部落当户水门锁匙，附近也无监视器，无法度看是甚人将水放掉。按过根据农田水利署调查，可能是水头积沙严重，地数进水量变小，所以水才愈来愈少。我们现在会有两个措施，第一个就是改善我们灌溉渠道的一个顺畅，另外一个就是。建立一个轮流公灌的一个习惯跟模式。罗马潭湾水位15,100公尺，沿灌溉900公顷的流田，水利署强调，叔叔放水或者是恶意破坏水门的行为，已经触犯《农田水利法》第16条规定，应处6,000到30,000元的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